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解读。这篇报道讲的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Quentin Tarantino， 昆汀·塔伦提诺。哎，内容上来说呢，我们不说他对还是不对啦，但我个人并没有非常支持他的这样的行为哈。先念标题给你听 ：Quentin Tarantino, I'm cutting his mom out financially. There are consequences for your words. 所以他这个 on 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有些什么说法。说、so、Quentin Tarantino, spoke on a topic 这样子，所以他 on 什么东西呢 ？Cutting his mom out， 就把他妈妈 cut out， 就把他切出去。这翻译很奇怪。Financially， 那这样就懂了。简单说是没给他妈妈钱。So cut his mom out financially。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冒号，然后来用了一个 quotation 来说他下面这句话。There are consequences for your words， 所以你所说的话是有后果的。OK， 你所说的话是有后果，所以光看标题，你大概就感觉出来他妈妈是不是得罪过他，以至于这个老这个塔伦提诺这个人啊，竟然好像不养妈妈的感觉。好，下面先有一些小标题，如果你不知道Quentin Tarantino 长什么样子的话，就这个样子。OK， 也是有点年纪的啦，但大概比我大一点哦。OK。Quentin Tarantino 可能大蛮多的，说真的。好，所以其貌不扬的一个家伙，但他在他的电影里面多半也都会客串就是了。好，回来这里，他几个小标题我们看一下。So, revealed 他 He started writing screenplays in grade school， 揭露出 reveal 他开始写这个 screenplay， 简单来说就剧本。 OK， 不是脚本，不是真的就一句一句的对白，他在讲的可能就是就整个故事大纲或什么概念，我不太觉得只有讲到这个对白的部分。OK， 那对白的话可以叫 script。OK， 好，所以他从这个 great school 就开始写剧本。那什么是 great school？ 这个我们稍微说一下，因为台湾的同学常常讲不清楚，至少在我的托福课，你知道我都已经上到托福的这个程度的口说课了，在自我介绍上还是很多同学不是非常的 OK 哦，尤其讲到你目前读几年级的时候，很多人在高中就来上托福课，或者你现在大学生，或者你现在硕士生还来上托福课，因为有的人的确出国读博士，他现在在读硕士，然后来上托福课。那说我现在几年级？像高一、高二之类的学生就讲的那个答案，当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就可以超过一个正确答案，但很多人讲的还是怪怪的，不太漂亮。所以先了解一下 grade school， 你看，想象一下 first grade、second grade、third grade 都是 grade， 所以小学这个就是 grade。那一直到了八年级、九年级，事实上到了高中，能不能叫 grade 呢？多半不会。虽然说你的确到了高中，高一、高二、高三是十、十一、十二年级，你可以说 I'm in the tenth grade， I'm in the eleventh grade， the twelfth grade， 听起来是 OK。可是我们真的不会在那个时候说还叫做 grade school， 所以我会认为 grade school 大概就是一到六年级，就小学，就像我们讲的 elementary school、primary school 都可以是 grade school 的。换句话说，那我们国中就叫 junior high， 高中叫 senior high， 你都知道。可是啊，我真的就觉得北美的人哦，他们所习惯的这个用法，我们也就听一下，听我讲一下。他们会用跟大学一样的方式来说你是高一、高二、高三、高四。他说哪有高四？我听我说，大学叫 freshman， 还有一个词叫 fresh， 都对。二年级叫 sophomore， 三年级叫 junior， 然后最后四年级叫 senior。你当然可以还是用一二三四来说，说 I'm in my fourth year， I'm in my third year in college， 这都 OK。可是真的习惯性用这个英文字取代掉它是比较常见的用法，所以你如果说哦 I'm a college junior， 我就知道你大三。哦 This is my senior year， 我就知道你大四。So I'm a college senior， 我就知道你大四。I'm a sophomore， 你大二。高中一样可以用这个。那另外一个要说的就是，高中不是有三年吗？你怎么可以用这四个呢 ？Well， 在国外很多的高中它是从九年级开始的。所以他的国中并不是像我们的七八九三年级，所以很多高中是九年级、十、十一、十二，所以对他们来说的确还是可以用得到这四个的用法。
所以你如果说 this is my ju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I'm a high school junior, 对不起 ，OK？ 你说好，什么叫 high school 又来一个 junior？ 你到底 junior high 还是 senior high？Well， 那 junior 就一样是一个高，就我们讲的高二，还差一年就最后一年。好了，我讲的大家听懂了 ，OK？ 所以我要强调就是，你还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用在高中生的描述上。回来这里，他小学就已经开始写这个。好 ，OK， 写这个写剧本了。He said he got in trouble with his teachers。他说他写这个的时候啊，就跟老师有困难哈、哦，老师会给他 give him a hard time。Looked at it as a defiant act of rebellion。所以老师认为他写这个 screenplay 是一个叛逆的行为。OK， 我们先直接先看这个 act of rebellion 也就够了。这个就叫做叛逆的行为 ，This is an act of， 所以 an act of something 就是一个什么的行为，那后面加一个 rebellion 就反叛、反抗。那他在前面又多加了一个词叫 defiant 就是你知道，它来自 defy 这个词 ，defy 就也是反抗的意思，就是一个东西我不要 defy 这样。像我们常讲说 NBA 球员就能够对抗地心引力，然后飞很高、灌篮之类的，我们就可以称那个叫 defy gravity。OK， 那像那个做特技表演的人，他就是他跟死亡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抵抗了死亡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中文听起来 O 不 OK。总之，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对抗死亡的特技表演。那这边这个塞进去的这个底线的东西就是 death defying stunt 这样子。OK， 所以 defy 这个字就这样，所以前面加一个 defiant act of rebellion， 希望你懂意思。OK， 好、哦，他妈妈呢 ？His mother allegedly discouraged his writing， 妈妈不鼓励他写作，据称 ，leading him to vow to never share a penny with her if he finds success。所以引导他就发誓 vow， 发誓我一毛钱都不分给你 ，never share a penny with her， 连一个 penny 都不跟他分享。所以 penny 就是一分钱，一毛一分呐、啊，总之就是0.01块这样子。OK。If he finds success, 成功的话不给你钱。好，我们看个几段哈。So Quentin Tarantino has made millions from directing, producing, and writing films. 赚了好几百万，甚至可能是千万哦。好，因为他会导演 directing, producing 制作，以及还是有写，好，所以会写剧本。But none of it has gone to his mother. 但这些钱都没有去他妈妈那边。所以，而他是一个得过奥斯卡的人，所以 the Oscar-winning filmmaker, 58，58岁 ，sure。所以 revealed on Billions, co-creator Brian Koppelman's The Moment podcast。所以总之啊，他在一个人的那个 podcast 上面说的 ，he vowed as a child， 所以小孩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誓过 to never share his fortune with his mother。这里的 fortune 就财富 ，OK， 还把他妈妈名字也讲出来。If he finds success， 所以要是要有天成功了。你看成功这个词它也不用 succeed 这个动词，它用的是 finds success。 OK， 所以 find success in something 就是你在什么领域里找到了成功之类的。 OK， after she allegedly 在他这个据称、啊、就 discouraged his writing career， 那再根据他说了 he began writing screenplay in grade school but his teachers looked at it as a defiant， 这刚刚都看过了，对不起。所以看他成为一个这个 defiant act of rebellion that I'm doing this instead of my schoolwork， 他就不做学校的功课，然后在那边写剧本 ，OK。然后呢 ，he shared， 他又分享了，继续说下去 ，that he struggled academically in school， 所以他在学校课业不好，课业不好，他就直接说 he struggled academically， 所以他在这个学业上 academically 上面挣扎了 ，and that his mom had a hard time about my scholastic non-ability。所以妈妈对他这件事情感到不开心 ，She had a hard time。有关他的这个 scholar 这个字，也是 school 这个字变出来的，学者上的、学业上的 scholastic non-ability 就是没能力。所以他用一个非常委婉的说法，说他自己书读得很烂。Okay? Tarantino recalled that after he got in trouble for writing screenplays in school, his mother was bitching at me。所以他回想着，在他就是被妈妈挑剔这件事情之后，他妈妈就说了。就 so if you bitch at somebody， 你大概知道 bitch 这个字就是什么，骂人家母狗、贱货之类的。可是它也可以当动词，
然后他接的介系词往往是 at， 就对着谁在数落，所以他妈妈会数落他 bitching at me about that， and then in the middle of her little triad， tirade， 对不起，这 tirade 就是一样，就是很刀絮的在那边碎念人家 tirade， 多学一个字。所以在这个碎念中，他就会说，哦。And by the way, this little writing career with the finger quotes and everything, this little writing career that you're doing, that shit is over. 所以在他妈妈就叨絮他说他这个课业不好的时候，他妈妈会在中间插入这一句话，就说，然后讲得很生动哦，就哈，顺道一提哦 ，By the way， 你现在在进行的这个 writing career， 所以你现在在进行这个 the little writing career， 他就跟他开玩笑，这是他的 career。所以还有这个 with the finger quotes and everything， the finger quote 就是我刚刚这个 air quote 一样的概念。所以你的这个 writing career 啊， that shit is over， 那个东西啊，不要再想了， it's over。所以 this little writing career thing you're doing， that shit is over。所以小时候妈妈是这样对他的。Her words didn't sit well with Tarantino 啊，这个动词片语实在太漂亮了。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不安的话，你就会说这件事情 doesn't sit well with me。你看这个真的很奇怪哦，这是你的逻辑，我不知道能不能吞得下去的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怎么会坐下来啊？他不会坐，可是他真的用它当主词，所以这件事情 doesn't sit well with me。我让你想象一下好了，想象你坐在那，然后那件事情坐在你旁边，然后你觉得他坐在你旁边啊不舒服。这就叫做这个东西 doesn't sit well with me， 跟我在一起坐着我感到并不舒服，还蛮生动的吧。所以这妈妈的话就跟她坐的不在一起。So her words didn't sit well with Tarantino， who said he made up his mind at that moment to never support his mom financially if he becomes successful。 Oh my god， 所以他就说啊，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 made up his mind at that momentTo 干嘛做什么事呢？就不会 To never support his mom financially， 在这个金钱上绝对不会 support 他妈妈了。OK， 好，所以然后他在这边就描述一下，就刚刚是这个报道写的，然后他下面就是来用他所说的话再引用他一下下。So and when she said that to me in that sarcastic way， 就当他妈妈用那一种很讽刺的方式说 That shit。That writing career, that shit is over. 就刚那一个 ，OK。所以他用一种很 sarcastic 这个词，一定要学起来，很生活的词。或者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satiric， 也是有，不过少看到很多，多半就 sarcastic。所以妈妈用这种讽刺的方式说他的时候呢 ，I was in my head, and I go, okay, lady, when I become a successful writer, you will never see one penny from my success。我觉得这边有打错字。所以你就这刚重复的内容，你觉得你的一个 penny 都看不到。There will be no house for you. There's no vacation for you. No Elvis Cadillac for mommy. You get nothing because you said that. 所以不会买房子给你。There will be no house for you. No vacation for you. 没有不会付钱让你去度假。没有这个猫王所坐的凯迪拉克车。No Elvis Cadillac for you. Cadillac 就是凯迪拉克翻译过去的。You get nothing， 什么都没有 ，because you said that。All right， 好，所以好，但最后还是说了，就当这个 podcast 的主持人说 ，if he had stuck with his vow， 对 ，stuck with his vow 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看过 vow 就是发誓嘛，对不对？那 you stick with something 就是你去承诺，你去信守它 ，OK？ 所以你问你有没有信守承诺呢？Tarantino 说的 ，Yeah, yeah, I helped her out with a jam with the IRS, but no house, no Cadillac, no house. 好，所以后来哎，还是有帮一下妈妈啦。IRS 就是那个税务上的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 好像叫做是，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国税局还是之类的。我应该有讲错，不然没有确定。我再确认一下，打在下面 IRS 我有点忘记要 expand 开来是什么字。所以这个 jam 的意思不是果酱，所以他妈妈有被查税还是干嘛的，然后说有点问题啦，然后那查税可能要罚钱，要那个要补缴税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他这段上有帮妈妈，可是没买房子，没买卡迪拉克就没有，其他就没有。
好，到这里大家就可以结束了，其实真的够了。对不起，我想讲最后一个字，就是刚标题里的字。他强调就是，大家讲话是有后果的 ，OK？ 所以你需要为了你讲出话的那个后果，你得承受它。这样，所以 there are consequences for your words as you deal with your children。所以他要对天下父母说，好，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是有后果的。So there are consequences for your words as you deal with your children. Remember, there are consequences for your sarcastic tone about what's meaningful to them. 所以你要是对于就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东西啊，你用一个很 sarcastic 的 tone 去讲的话，这绝对不是好事情。好，这个分享到这里也够了。我没有想要分享我自己的事情，但是看到这篇我还蛮感同身受的，我必须要说。Anyway， 希望你看这个对你有点帮助。如果你是父母的话，如果你是孩子的话，把这故事讲你妈听。OK， 好，到这也可以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